生长着一些平凡人啊，寿命应该来的都比较短，所以我们要更加有运动，然后让自己的血液循环更流通。刚踏入这个社会的时候，也是有那种，也是身体会伤痕累累，不管是外表的伤痕是可以愈合的，但有些内心的伤痕是无法去弥补的，所以你就只能把那个内心的伤痕借由运动来把它发泄，那一些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就把它放在心里面。在台北练球，那个下完班就直接6点开始打到9点。那时候训练的方式就是一个礼拜打5天，然后1、3、5晚上下完班这样练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再练。除了练球，还要练体能，还要练你的心智，还有实战经验，这些具备了，你才能说去跟任何一个人挑战。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是不允许所谓的依赖心太重，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，自己跌倒就要自己爬起来。我也不是万能，对很多事情也是会碰到比较艰难，再怎么艰难的一些事情你都已经经历过，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把这个艰难做到更好。人家说路是走出来的，但是命是创造出来的。